好啊，接下来就是我了。不告诉我啊，三十五分啊，来讲，单位啊，单位所谓开放内容现况，伊台湾闽南闽南语会去教去底下做咧？我伫线顶是 Superplex， 我伫咧 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遮是有咧社群咧活动，嘛是我嘛是咧台湾维基协会咧理事。去年咧演讲，我嘛有讲着，就是闽南语维基百科要好好啊来更新，好好啊来有新的人来参与诶，那就是。写 POJ 嘛爱有人来写台湾的汉字，即场无要吵，就是要讲是这句言要叫做台湾闽南语，还是台语，还是福建话，这拢无要在伫遮咧吵，嘛无要探讨，就是讲。书写的系统要安怎？是要台湾台湾汉字，也是 POJ， 也是汉族人，拢无要要查。咱是咧想讲就是，即卖有台语的复兴的运动，有台语较实行啊。台语的娱乐嘛是，也是足兴的。啊，佫有就是，我去在底下写的词条的部分。嘛有人咧写台语的词条，予外国人注意到。其实就是台湾本地是写维基的，写台语的维基也是有人去注意到。不过就是闽南语维基是，应该讲是以前的人应该已经无伫啦，就是以前较外国的人就是无咧插迄个站啦，所以爱。号召大家来，到庭来写，有当写台语的汉字也是台语的 POJ 拢会使啦。咱来讲一个，就是台语的现代化的拄到的问题啦，就是讲，有真侪人是会晓讲的，不过书写的方面是较无遐高的。啊，佫就是拄到讲，就是这个、台语的字。要找多一个汉字来代表的问题，啊，佫就是讲，就是白话字佮汉字的，是要建多一个，啊，佫上重要就是 ZH 闽南，即 Wikipedia 社群，即嘛是无啥人咧写，还佫有人去有新的一代来写。OK， 即简单来讲就是。台湾话，也是台湾闽南语，也是台语，有足侪遮名号，有对无同的所在，无同的人在支持这语言。像讲，官方遐是叫做台湾闽南语的，啊，佫有就是新的，有文化部、教育部想要改做台湾台语的。历史上，日本人是讲这语言叫台湾话，也是台语的。东南亚遐是讲，这语言是福建话；菲律宾遐的华人是讲，这是闽南话，用家己的祖村来讲这语言的。啊，佫就哈卡林遐是叫这款人，好多人讲的话就叫做好多话。这是我这种一百套是我认为就是。个人画台语的，就是亲像一百套的上好。有人摸着枪的字，就认为讲，伊摸着蛇，摸着的，而且边遐就认为讲，这是一个德维亚遐的墙壁这一块。所以讲，其实台语是真复杂的语言啊。拄着写就认为这是写，有可能无卡全面的状况。最简单来讲，就是台湾有真侪来源啦，就讲上古汉语来，就讲鼎底书，伫其他的汉语的语言无咧用啊。不过伫台语遮也是，而
理想是有用的事啦。啊，佫有真复杂的文读系统啊，甲白话的系统。像讲有对中国汉字的书，像讲把华语加剑剑是无分别的，不过在台语是有分别的。这翻译掉就是中国汉字也是有分别的。啊，佫有就是讲有一挂词是应该是无，唔是汉字来的，像讲灯光的光这词，这条亏应该是应该是南方遐的族群用的。啊，佫就是讲家早高遐风台等等的，这拢无遐汉语的词啦。像种风台是倒变的故事的方式。啊，佫有一挂较近代的，就是讲有对日本来的好几个汉字。啊，佮日文的词，比如讲，番薯啊，不是番茄，有人讲是 tomato， 是对日语来的。即马台语的危机就是较政治、较历史啊。啊，佮少年辈较袂晓讲的，啊，佮有讲就是出版业较袂出台语的册，啊，佮就是讲社会的书写较不足。再简单，还佫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台语的腔口是差真济的。像讲静溪吹雨，我是念讲是滚灰吹雨的，较我普通腔的应该是讲引溪吹雨的。还佫我是皮鞋，我是念讲是皮鞋，普通腔应该是叫做皮灰鞋的。啊，佫像讲甘麦面，拄仔有讲着，就是有人讲番茄是叫做甘麦面，也是 tomato 等等的。啊，佫就是讲华语的处理方面，就是 Russia 有人是用较偏较我日语的，用罗西亚来讲 Russia 的。啊，佫如果那是用汉字的部分，俄罗斯就照台语的音来讲，就是俄罗斯。再来讲，顶一条就是协会遐的人有讲着，就是甲台语语言方面的计划有说足侪足侪的。拜就是讲单位有计划有南部维基百科，啊，佮维基书店，啊，佮维基搜狐，啊，佮就是维基搜狐内底，啊，佮是较新的一个系统叫做书条的，嘛是会当写台文的。历史啊，有人有好像就是讲，为虾米是无独立的台湾话的维基百科？这牵涉到就是台湾话是无独立的 ISO 639/13的台币。之前是经过闽南语使用 NAN 这个台币，所以讲就是你若有跨过维基 NAN 维基。闽南语维基百科应该的网址是 zh-mingnan.wikipedia.org。你若是用 nnn.wikipedia.org 买单，连过去zh-mingnan 这站。所以没有独立的单位维基百科，就是爱有先有独立的台币再有。所以有一挂关心台湾的单位，然后有去争取这挂代志的。有时阵这不是单单啊，不是单单是政，单单是语言还有方面的问题，也佫有政治方面的。因为像讲塞尔维亚语佮克罗埃西亚语，伫语言还有方面是足相像的。不过因为是两个国家，所以有。独立的台币，马来西亚语甲印尼语嘛会同款状况。其实咧，因的语言下方面无差遐济，所以有人就提案，就是讲把 NNN 遐最在意的台币的提案，是以异端科技去一寡甲一寡团体申请的。因这提案内底啊，甲
啊，甲台台语叫做 ON 这新的台妹，原来 NAN 就废除啊，就拢总变做台语个，像着讲，江江西江西遐个泉州话，海南海南岛个海南话，海陆话，啊，佮有像着讲潮州话等等个，拢有新的台妹。再来看卖就是NAN。闽南即个维基百科的状况啦，就是因为早期的发展的总的历史，伊是靠我教会遐的人，所以以维基为主的，甚至会当会使讲就是，因是排斥汉字的人，就一寡少数的，有汉字的版本，因是较无遐介汉字啦，所以无啥鼓励来写。所以讲就是NNNZH 闽南这 Wikipedia 是对中文出来了后两三年出来的，所以发展的历史是差不多了，不过是无啥人爱写。最近的观察就是无啥写过的人在写，嘛无对着最近台语复兴的人讲着。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条目啊，这是台湾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叫台东县的所在，是无写人来写的状况啊。再来讲一个咱 NNN 百科的问题啊，因无爱汉字啊。那上侪行政区，因为就是用上侪笔报来讲来建立新的条目啦。啊，佫就是有人就是重复建立的状况嘛，嘛有无对着Wikidata 的问题啦。真侪条目是无对应着 Wikidata， 嘛无使用永久重复项来处理，譬如讲。汉字版本甲标准版本的书写的连接的问题，咱稍等下好好来讲这问题。像讲这是重复的状况嘛，因为有两个人用簿来写的，第一摆就是用 Legard 这波兰的地方名来建立条目，啊，佮第二个人又过来做啦，所以就是。其实是同一个所在啊，不过就是因为至少有两摆报的操作，所以因有重复的问题啦。啊，佫就是拄仔讲到，就是真侪条目是无对应着 Wikidata， 至少是1400个条目是无对应着 Wikidata。啊，佫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。因有建立台北市的字的条目，不过就是也是有重复的状况嘛，就是几年前台湾遮的Wikidata社群有建立，有用政府的资料来建立Wikidata，无检查到这其实是伫闽南语Wikibako遐，其实是有台北市的字的资料。这就是其中一个啦，就是应该是单溪里，应该是中正区较我新店区遐个所在啦。就是这啦，就是单溪里，伫台北市遐个中正区是重复个状况啦，无检查到。所以讲就是其实有真侪古人有嘛有拄着闽南语台湾话的问题，就是讲有人较喜欢写标志，有人嘛较喜欢写汉字的。要安怎来处理就是Wikidata遮的对应的问题？有一个方式就是讲永久重复项这个方式来处理啦，就是讲这是上早是闽南语的。的人去提出来的，因为伊嘛是同款，就是
有人写韩汉字的，嘛有人写英的白话字的条目，要安怎是对应着维基百科写的 ？OK， 那我就用华语来说，就是永久重复项 P2959 这个，那定义是此项对应的重复项，且两者不能被合并。因为同一维基媒体项目中包括两个页面，例如说使用不同字母或语言。以台湾台语的状况，就是有人写 POJ， 有人写汉字的状况。OK， 读来就是重复页面的属性啊，就是我把念一下定义：此项目与其他项目重复，但两项不能被合并，因为某一维基媒体项目上两个条目描述同一事物，例如使用不同文字或语言。这就是一个啊，就是中华民国的永久中学行的页面。咱来看，台湾台语有条目，过来是客家话、闽东话，啊，佮有一个印度遐的语言。这就是永久中学校的对应的关系，主要是维基底下遐主项目叫做 Q865。永久中学校这所在是 Q22333346667。修蛋节哦，给咱来看嘛，就是用无同的书写系统的，这是我做的最，就是这是用汉字写的。不过这条目是在字的什么那样顶管的，这是较古早就是在用白话字写的。因爱伫维基底下写是爱用永久中学行个两行连接起来，来看卖就是这個。是英文。应该是 permanent duplicate item。OK， 直接点入去了后，就到这 Q22336567，这就是拄仔有讲到永久电话号码。那是点这所在就会。上去就是这些闽南遐遮的汉字的版本。OK， 就是我记得遐有标签 label、description、模具名称、官方名称，拢会当写各种的语言，包括。就是台湾台语，还是客家话拢会使。这是较新的，就是维基底下遐的词典的计划叫做词条的部分，就是看到就是台语的底这词，就是筷子历史，买当写伫个词条遮，买当对应着无同语言的词典的条目。因会当详细写，就是中文的意思，也是讲对应着维基底下遐的 Q item 是多一个，啊，佮会当写例句，嘛拢会使。
嘛，当处理就是讲，泉州话是叫“堵”，还是还是安徽话是叫“走”，这款的方言变体的问题。这是叫地句的部分啊，就是会当家己写，啊，会当经就是讲，多一项的书写系统来写。过来就是讲，我记得有写优点啊，就是第一，就是因是来跨语言、韩语言的部分啊，会当直接对应英文的资料，啊，佫就是会当无同的书写方式。拄仔讲就是，你会当写汉字，嘛会当写白话字拢会使。上重要的上尾就是讲，就是恁这是一个恁 data 的连接，无同的资料库，甚至是无同的。Google 的部分，咱来看卖，就是讲，赶快有写侪语言的计划，几年啊计划状况。我们虽然会当透过就是写内冒号 NN 的方式来加添台语的名号的，为了遮本身就是会当写台语的说明。我必须加买大写台语，这都无问题。有人写就有人来读。规个啦的词条，拢会当买是大写，不只是英语的内容，买大写 NNN 内容。不过相比之下，就是闽南语维基百科就是无啥人在查。咱来看卖，就是用 OSN Overpass 来查找，就是咱来一旦查，就是公馆遮就是有足侪足侪地方名是有写台语的名号的。这是Wikimedia Foundation 做的 Wikimedia Maps， 伊一旦指定就是，若是输入 NNN 的台币入去，就会当出来就是 NNN 白话字的名号的地方名。不过，有一个欠点，就是讲，因更新的速度无遐紧。OK， 上尾就是讲，就是闽南语维基百科是足欠人来写，因的人拢走去啦。所以讲，就是不管是要写 POJ 也是写汉字的，拢欢迎来写啦。汉字的部分可能就是用教育部规范汉字来写啦。汉字甲 POJ 条目的连接，伫维基了遮就是用永久中括号来处理啦。所以讲就是爱建立大量汉字的版本啦，因为其实以台湾遮的教育系统的状况，应该还是以汉字为主啦。中考差的问题，当参考就中文维基百科遐的专款系统来处理啦。啊，佮用书的部分嘛，是当是同款的方式来处理的。即中文维基百科是有真侪真侪足久的经验。OK， 拍一个广告，就是8月15号，就是我先维基底下，大家当伫 Most Space 遮聚会啦。欢迎来大家来到庭来参悟。OK， 咱我的演讲就到这了，多谢大家。用任何语言发问都可以这样子。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就是你头拄仔有讲到，就是建议汉字的部分用教育部就是规定的来写，但是我看到目前教育部敢若有建议讲要用啥物语言，但是要用啥物文字，但是伊是建议毋是讲即个词，就是教育部认为正确的词，啊，即方面是用啥物汉字来写较好，因为就是大家拢有大家的意见啦，啊，就讲有啥物看法咧，谢谢。OK， 这个问题是我是认为讲就是按我下文来讨论啦，因为这我讲就是我的看法，你讲你是你的看法啦，所以讲那就侪侪人来参悟，才有好啦。我的意见是安尼啦。
有人有问题吗？因为我不是少识在这上，我确定讲这上分平常时是用什么平台在交流？你是讲闽南语的，还是？嘿，嘿，对啦。我家己的观察是，应该是无啥人在写，就是一个个人在写。以前就是管理员嘛，无在插节目的部分啊。啊，个就是咱写。我下一个汉语嘛，无人关心，来关心啊，对啊。所以我认为爱对零开始经验这吃饭啊。就是我之前有伫网络顶看到一个，确实伊是讲伊是用伊去家己撰写的汉字撰写的网站。你敢知影迄个网站是啥物人咧维护，就是安怎？应该是安怎处理？因为早期伊早期是真正是闽南语维基百科拢是较我袂会滴，所以写汉语人拢走去啦。所以我知影的状况就是，因早期维基也去建立汉语的闽南语的网站。我知影是安怎，安尼啊。就是，之前我看过有一个网站，改成是主，就是用机器主动把维基百科顶面白话字的条幅翻作汉字，国话。我印象有这啊，不过我即马唔知是背后是啥，对吧？我是有印象。还有问题吗？那时间差不多了，咱来继续咱的话题。要不要这么低？看到我这样都不会怪，因为这是怪我面临问题，听到有上去了，别上。我这样就是这样，有档案。然后希望确认。稍等一下，那我下一场就是要把档案投到那个教室这样子的。